你那个他你按加拿大他按那个都拍拍是我后来到都得让我去，都得他不相信的，他不相信就能加你能去加拿大，我跑了好多钱。我说五十六十吧，他这个五六十了，他有六七十岁了嘛。这个奇葩是哪里来？但是那个你那段，你看那个那草在。你那七八十了？哦，你那个老小店。对，许多录，许多在这录音。我已经说了录音个那个。